听不懂，根本就听不懂。老板，他不是什么鬼，他来了吧？白雪，你们学过这样的词吗？确定没有？老师，书本上没有黑板这个词。黑板吗？见过黑板吗？妈呀，原来是黑板，这谁能听懂啊？黑板都不认识，来下一个，叶安。这热爱有毒吧？你仔细听我发音啊！耶爱，王老师要是再请两天假，我们全班的口音都要被助教老师带偏了。又过了几天，好了，你们集体读一下：白衣衣三步，黄河绿马流，欲穷千里目。不对，是欲穷千里目。欲穷千里目。冷呱呱，来一记最后一位。嗯。专业助教名不虚传呢，彻底被洗脑了。哪些人盯也盯不懂，学也学不会。王老师，你们已经没学校了？你们这都什么口音？助教老师说劫财系包准你普通话，大家现在都是这样说话的。我现在还能流利的被吸呢。奇袭迷约含西光，王里长征人未完。谁能告诉我，我就请假了几天，他们怎么说话就这样了？